这里，用力切下去，再切，用力！真漂亮啊！就该是这样的。对，成家吧，爱好吧！喜欢，当然喜欢。第一次有人给我拍照录像，我好高兴啊！啊，原来我工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真好看。还有其他人的吗？我想多看点儿。拍得真好，虽然还是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谢谢你们。你刚刚做了什么吗？你身上有种熟悉的味道，我能闻闻吗？过来。过来，好熟悉的味道。脖子也是，好柔软，好纤细。我能摸摸看吗？我想摸一下。如果一手掐断的话，你也会流出红色的血吗？身上也有死人的臭味，跟秀禾一样的恶臭。我知道，这个味道，秀禾赐予我的礼物，柔软的小蛋糕。切分开来，我一块，他一块，你，我只会跟你漂亮的送葬。我知道了，是死人的臭味，跟秀禾一样。秀禾编的盛大宴会，埋藏在垃圾堆里的饕餮，红白相间的奶油，一刀一刀切分，让我从切口里看看吧，看看流出来的到底是污水，还是令人作呕的淤液。
回答的话，你会放我回去吗？我想那里的人了。好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修河，我的归属之地。怪物，你是说死意还是我？不管是什么都有很多，活的死的不是人的都有。怪物尸体，蓝色的雨，黑泥，解决不掉的危险垃圾，还有无处可去的人，所有你们不要的东西全都丢到了秀河，秀河全都接受。你怎么老这么盯着我呀？峰哥，你是说峰哥吧？是是是，我喜欢做这个事情，我也喜欢追着他们，听他们发出尖锐的声音。峰哥，那肯定是我，我就在秀河切分着好看的蛋糕。他们就像蜂巢一样柔软粘稠恶心，你也想感受一下吗？那是任务呀，丢进秀河的尸体，游荡的死意，可爱的怪物们，谁也不能离开秀河。我会找到他们，切开切碎，这可是我们无上光荣的任务啊！谁？谁给我的这个任务早就不重要了，我只要这个任务。他们的身体一点点腐烂，流出黑色的巧克力浓浆，那些埋藏在浓浆里的玩具，跳啊，跳啊，点缀在蛋糕上的小樱桃还会笑着。我和他们天天天天都在一起，和他们玩耍，分享他们的美味，听着他们的哭声做美梦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死意尸体腐烂的样子跟人完全不一样，一半是肉的臭味，一半是会爬的黑泥，我要小心地把它们分隔开，干干净净，把黑东西攒起来。它们就像一滩呕吐物。
天腐烂，一块块切开，一个个死掉，一座座坟墓，去地狱和魔鬼交易吧！你这个胆小鬼，只会躲在权力背后的废物东西！辛迪家，那是哪里？不要把我们和他相提并论。我的同伴可比他们高尚得多，厉害得多。是啊，交心交命的同伴、朋友、家人，和那些愚蠢的家伙不一样，和你也不一样。我可是有很多很多同伴的。我们很强，很光荣，我们一起完成任务，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。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没有怪物是我们的对手，他们在修河变成尸体，而所有的尸体都是我们的。他们我的朋友们，我的家人们，他们在家，但我带来了他们的东西。想要的话，自己来找找呀。是我的同伴，我的队友，我的家人。你在害怕吗，局长？别怕呀，你怎么会怕我们呢？怎么能把我们忘记呢？
FAC 的狗，你们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事才对啊。鲜血流进机器里，把我们烙印在这个东西上，像一道诅咒困住我们所有人。你不记得了吗？基因烙印，为了方便在产后辨认尸体，所有人都进行了基因烙印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们了啊，可怜的送葬人，睡在冰冷的土坑里。可怜的送葬人被遗弃在深渊。
Thank you.